这两个宝贝来这玩了，说来画画，画画的人呢？我看看，呀，这边好多卖小吃的呀，这里没人啊，这也不是啊，这里啊，这个这也没有啊，上哪去了？怎么没看见人呢？咋上哪去了？这里啊？咦，这里好像有画画的，啊，这里好多呀，这没有人啊，这个。这有一个鲜果捞，这里也没有啊，没在这儿啊，这里也没有啊。哎，哇，这还有玩沙子的呢。哇，这里有小厨房。哇，这还有小厨房做饭的呢。我天呀，好好玩啊。哇，这里还有捞鱼的呢。咦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狗狗呢。咦，这上哪儿去了呢？呀，你俩在这儿了。我说找了半天呢，你这图的个啥呀？你俩在这儿？库洛米，我看看。我看看。呀，这是你俩图的。我说找你俩半天都藏在这里了，刚才那个地方我都没看你俩的那图。我画他的脸吗？这是？会画吗？会啊。能涂好吗？能啊。啊，小朋友也特别喜欢库洛米，是不是？是库鲁啊！你的衣服都是库鲁米的，你怎么那么喜欢库鲁米啊？铅笔盒是库鲁米，我书包是库鲁米，而且全是库鲁米的。你怎么那么喜欢库鲁米啊？我看你俩能画成啥样啊？画成这个样子啊！这有一个图片，是不是？画成这个样子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看起来好好看呀！